大家好，我是九妹，今天我就来这个果园这里摘一点这个黄豆，回去包香辣黄豆来吃。之前全部都是施这些农家肥，所以这些豆豆特别的甜。这些是花生，现在还不可以拔。这黄豆很大一颗的，哎呀，好了，够了，等这些过两天我再把它拔回去晒干，但是这个是生包的。现在我就把它拿回去包下去一起包，这样就更加香了。这个是干辣椒，
自己有好的题材就留言给姐妹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大家想了解九妹最新鲜的土特产，请点击屏幕右下方了解更多。来西瓜视频关注巧妇九妹。